我想之后再好好继续拍戏吧，珍惜青春。能拍的时候就好好拍，拍不了了就好好歇着这样。那倒不是，我每次进一个组都有很多阶段，就觉得自己是演戏最烂的，非常质疑自己的。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觉得哎还行，然后到最后杀青了，还在就是继续的，就是在想，到底行不行呢？演的是不是不太好？就是一直在就是审视自己。我焦虑啊，我肯定会焦虑。我觉得是人都会焦虑吧。其实我人生三大追求，你知道吧？排在前三的，吃好、睡好、洗个好澡。有时候如果这三件事儿完成不了的话，我很焦虑。我感觉我整个人都不精神了。今天我就非常精神。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有压力有动力吧。压力就是我很害怕有一天你不这么叫我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后悔这么叫我了。动力就是会提醒自己时刻就是没吃好没睡好，人生三大要求没满足的时候也要挺直腰杆，好好做一个人，好好工作，不要让大家失望。但张导说过，再好的导演，再好的演员，他都有拍烂戏的时候，所以我心也很宽。其实我一直都觉得，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要过好，这样对演戏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其实这个平衡这件事儿，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跳跃的人，包括我们这个工作情绪波动也非常大，让你哭就哭，让你笑就笑，让你啥情绪一秒你就得来，所以我这几年一直在学习怎么样把自己平衡好，情绪啊、生活和工作啊各种需要平衡的，我都在努力平衡。就像这次大家都夸我说哇绝了、神了、稳了。那就是太厉害了，我非常开心，我真的特别受宠若惊，我真的没想到。但我惊喜的同时呢，我就会跟我自己说，一定要把自己平衡好，方方面面的。因为我参加了一个环保类的真人秀，然后去北极，因为没看到北极熊，所以我就在那个网上看。因为我发现最近能够平衡好的自己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，就是去搜一些就是动物类的纪录片。你就会真的少女心泛滥，你会觉得好可爱呀，因为那个不是虚假的，动物都是真的，只是记录他们的生活。有意思，然后比较稳的人吧，就是我也不知道，其实真的，你要光有意思这个字儿就很难了，他必须得是个有趣的人，这个就很难找了，我很摇摆。我摇摆的同时，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后悔的人，对，因为我从来没有为我任何做过的事儿后悔过。